老爷，我知道你节俭，不管做什么官，就做一身官服。这当知州时候是一身，当知府时候是一身，当了按察使、布政使、直隶巡抚，还是只做一身官服。可是这回不一样啊，您要去见的可是皇上。大伙商量着，无论如何得给你做一身新官服。是啊，我就穿我的旧官服，皇上也不会怪罪我的。行了。别心疼那点银子了啊！别让大伙儿心里面别扭。于大人，去紫禁城朝见皇上，当然应该穿新的好。各位臣工，你们都是朕的股肱大臣，今日朕把你们从各地招来，是要向天下宣布一个喜讯。几日前，我大清军队进入云贵省城，继吴三桂死后，其继续叛乱的孙子吴世凡无路可逃，畏罪自杀，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宣告平定。天佑我大清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启禀皇上，于成龙于大人到，宣他进来。宣于成龙觐见。臣于成龙叩见皇上。于大人，快快请起。谢皇上。十几年来，一直有人在朕的耳边提起你，于成龙，于青菜。在你来之前啊，朕还一直在想，这个于青菜该长成什么样子？今日一见，于青菜就该长你这个样子。朕听陈廷敬说，你今年已六十有五了。臣本草毛下士，皇上竟然记得为臣的岁数。哎，于爱卿，你获过三次卓意，你乃今世天下清官第一，难能可贵啊！而且，你足足大了朕37岁，朕怎能不记得？谢皇上。来，随朕过来。来，来，于爱卿，快快请坐。谢皇上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朕和于大人好好聊一聊。这。朕听说你在湖北黄州时坚持剿抚并用之策，竟将一个反复无常的匪首成功的给招抚了过来。回禀皇上，微臣只是遵循了皇上剿抚相济之策才得以成功，微臣并没有其他能耐。啊，朕还听说你曾单骑独闯东山匪巢，没想到这些贼匪也归顺了朝廷。回皇上，确有此事。
于成龙啊，你胆子可是真大呀，你果然是于胆大呀，你胆子竟然大到打着康亲王的旗号，假扮了10000清兵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黄州城给解围了。来，快跟朕说说，你是怎么制服他们的？回禀皇上，微臣只是仰仗了皇上的威德，那些乱贼就顺服了，微臣并没有其他本事。要是我朝能多有几个于成龙、于青菜、于胆大的话，那可就太好了。爱卿啊，能有你这样的督抚，实乃是朕的福气，也是我大清的福气呀。微臣惭愧。哎，爱卿啊，你不必自谦，朕今日见到你十分高兴，所以特别想与你多聊一聊。今日啊，朕不准你拘泥礼节，你就把这南书房当成自己的家，快坐。谢皇上。这次你在直隶查办了马上好汉一案，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，你给朕除去了一块心病啊，这件事情你办得漂亮啊。朕知道这次直隶查办贪腐案，你秉公执法，连自己的小舅子都依法查办了，朕听了之后甚为感动啊。皇上，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，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。辛家良所错虽错在自身，但究其根本错在微臣教化不力，未能让其节制贪欲，令其行走正道。历览前贤，国与家，成由勤俭，败由奢。勤俭看似小事，却关系到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。人无俭不立，家无俭不旺，社稷无俭必败，而国家无俭则必亡啊。于青菜这个名字起得好啊，朕知道这个雅号一直从广西叫到了直隶，从一个七品县令叫到了二品巡抚，官居二品。你于成龙还叫于青菜，朕感触很深呐。皇上，司马光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众人皆以奢靡为荣，五心独以简素为美。微臣出身贫寒，深知百姓疾苦，微臣不敢贪图奢靡，更不敢置百姓于不顾。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威，志节谨度，满而不溢。高而不威，所以长守贵也；满而不溢，所以长守富也。富贵不离其身，而后才能保其社稷，而和其民人呢。臣谨记皇上教诲。哎，爱卿啊，朕说过了，今日不准拘泥礼节，快坐。爱卿啊，苏水晋文里说得好啊，三代之兴，无不益损情欲；三季之衰，无不肆其奢靡。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兴盛，正是由于商汤周武这些开国的明君，他们懂得抑制自己的欲望，懂得以苦为师之道啊。魏征曾向太宗进言说，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，晋为无限，随之灭亡。唐太宗深知此道理，他在位的时候特别提倡节俭之道，他曾想要建造宫殿，但是看到那些古代亡国之君的教训，就放弃了原来的想法。节俭乃治国之本，奢侈乃亡国之因呢。爱卿啊，你说得好啊。朕对照先贤，俭身省心，常恐不及。朕不敢与大禹、文王等帝君相比，但朕兢兢业业，心存节俭。
为的就是合乎天道，爱惜民生啊。皇上以身作则，躬身勤俭，并告诫天下百官谨记：俭可养廉，廉必勤政，政同人和，乃民心所向之理。微臣亲临教诲，莫齿难忘。于大人，快快请起。爱卿啊，你乃是朕的知己呀，快走。谢皇上。于爱卿，朕听陈廷敬说，说你们的先生，山西永宁书院的山长邢济堂邢老先生，已年逾90，却还耳目聪颖，精神矍铄，依然在为学生们授课。回皇上，微臣的先生的确是日日授课不辍。爱卿啊，朕还有一件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。请皇上明示。这些年朕一直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读一读邢老先生那部《论语别序》，但不知皇上。先生的《论语别序》，微臣随身带来了。爱卿啊，代朕谢谢邢老先生。皇上无需言谢。不，一定要谢。你还要告诉他，《论语别序》是朕获益匪浅。微臣遵旨。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众星拱之。”子曰：“诗300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”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叟哉。老爷回来了，大家都出来吧。春晓，你看你姑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？姑父回来了。春晓，春晓，你带什么好吃的？姑父，皇上长啥样啊？皇上年轻英俊，仪表堂堂。于大人回来了。董先生，今天真是双喜临门。哪儿来的双喜？于大人赴京城觐见皇上，这不是一喜啊，三藩之乱彻底平定，天下彻底归顺了。这不是又是一喜？是啊，这不就是双喜临门吗？天下终于平定，老百姓啊，终于过上安宁的日子了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儿。玉兰，啊，拿酒去。周先生，啊，金阳，咱们今天好好喝一顿。好，好。老爷，家里没酒了。家里怎么会没酒啊？听你去黄州的时候带来的那坛老白汾呢？那坛老白汾，你不是当心肝宝贝一样，谁都不让动吗？谁敢不让动？拿来，我今天就要喝这个老白汾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去拿。周先生，好。今天好好喝一顿。于大人那还存着老白汾呢，你知道吗？你把见皇上的事儿给咱们说说呀。皇上怎么样啊？四个字，朝气蓬勃。来，你朝气蓬勃。朝气蓬勃。嗯，快。你们知道
我觐见皇上的时候，皇上跟我说了什么？啊，说什么了？虽然你没说啊，但我想我猜个八九不离十吧。你又猜了，哼，说大话。你安静，皇上心里在想，于成龙这个官到底是个什么官呢？周先生，真乃孔明在世。皇上居然知道我于芹菜的雅号，他还知道这个于芹菜的雅号一直从广西罗城叫到了直隶。皇上还与我念了一联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：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游勤俭败游奢。念对了。哎，你又学会了。你们知道我接着皇上的话说了什么？我脱口而出说了魏征近年唐太宗的一句话：上至有号，下必有甚，敬为无限，随至灭亡。你于成龙的胆儿太大了，这话是当着皇上说的吗？这话一出口，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。你们知道皇上接着跟我又说了什么？他说：“三代之兴，无不一损秦玉；三季之衰，无不四季奢靡。”这可是《晋书》里一段很有名的话，皇上竟能信手捏来。皇上还跟我说，夏商周三朝为什么兴盛，是因为那些开国的圣王，商汤、文武、周公懂得抑制自己的欲望，懂得以苦为师啊。来，喂鱼青菜。哎，鱼青菜。成龙，你还记得啊，当年啊，你我还是吉人，在你们要去当官的那天晚上，咱喝酒的事儿吧？当然记得。那是一个飘雪的夜晚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，瑞雪兆丰年，瑞雪兆丰年。我们三个人在我们家院外的磨盘上，说了一夜的话，喝了一夜的酒，这一转眼就二十几年过去了。是啊，只可惜今天吉人不在。今天少了吉人，可还是三个人，多了一个周先生。周先生，我于成龙一生与你亦师亦友。周先生，你陪我于成龙从广西罗城一直走到直隶，今天成龙就以弟子之礼，恭恭敬敬地为先生敬一杯酒。你这是折煞老夫，万万不可。先生，亦师亦友尚可领受，行弟子之礼，老夫是万万不敢当。哎呀，周先生，你不是一直标榜你是于成龙的募兵吗？怎么弟子之礼都不敢接受？金牙，如果你给老夫行弟子之礼，老夫绝对不会服你。哎，你还别说了，哎，我跟于成龙是玩鸟你长大的，也是一辈子兄弟。你既然是于成龙的募兵，也是我柳继阳的募兵，那有什么呢？哎，跪下。美的你。你是于成龙的募兵，又不是我柳继阳的募兵，凭什么拜你啊？不拜，不拜。周先生，金阳，你们二位啊，这二十几年跟着我于成龙，九死一生啊，无怨无悔，没有金银财宝，没有一官半职，整天只有这青菜萝卜豆腐，图啥？啥都不图。成龙心里感动。
于青在，先干为敬。啊，好酒！这么好的酒，先干为敬。这是我刘季啊，喝过最好的酒，行。来，来喝。皇上，陈廷敬求见。进来吧。请。陈廷敬，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廷敬啊，找朕有何事啊？皇上，这是于成龙递交的请假回乡葬墓奏书。微臣母丧未葬，立臣哀冢，仰其圣慈福允，以犬子道事，由是报哀供职，持驱军旅之间，而臣母廷旧在家，不遑顾也。既太平盛时，非复从前多事，若不归葬，是贪恋显荣，忘亲背义。扶其允臣回籍葬母，完此一生大事，则犬马余年皆图报圣恩之日。老爷，静儿，回家，回山西老家。皇上恩准了。大伙儿赶紧收拾东西，收拾好东西，咱就启程。哎，咱能回家了，爹。陈秘书，收拾东西。啊，娘，回家。哎，走。回家。走。小妹，思天。哎，你们也想家了吧？不，不想。小妹，你们啊，先跟我们一起回山西。从山西回来，你们俩再去罗城，回家看看。谢谢于大人。快去收拾东西。谢谢于大人。快去。圣旨到。直隶巡抚于成龙接旨。臣于成龙恭迎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特荐于成龙为两江总督兼兵部右侍郎、督察院右副都御史。钦此。谢主隆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成龙兄，快起来吧。今儿
皇上已准我回家葬墓，怎么突然又特遣我到两江了？自从直隶贪腐不安被成龙兄查办以后，皇上对你是愈加恩重了。昨天皇上还特意对我说，说于成龙是难得的贤能廉吏。惭愧，惭愧了。既然在官场待久了，心里越来越有一种负罪感。在福州的时候，我查办了你；到了直隶，到了直隶，我查办了家人，还有许多的人。成龙兄，无需如此。你我为官一任，但求不昧天理良心。我了解你心里的苦，也知道你心里头最放不下什么。其实这些年，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声谢谢。我要谢谢你，当时及时来到福建，为那些通海案犯翻案，才使我张吉仁不知罪孽深重啊。吉仁，成龙兄，你我是一辈子的好兄弟。吉仁，请受兄弟一拜。嘿，这成龙兄，不可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，成龙兄。这是折杀了我。哎，周先生啊，都坐大半天了，下来走走吧。我不，我就坐着挺舒坦。走走对你那腿脚好啊。你走吧。苍龙，停停停停！哎，快停停停！苍龙啊！锦牙，知道咱这个小老乡陈廷敬来干啥吗？不知道。圣旨到！来给咱于大人加官进爵来了。于成龙接旨。拉倒吧，刚做了两江总督，难道还能当宰相不成啊？臣于成龙，恭迎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特遣两江总督于成龙兼兵部尚书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李先生，终于又见到您了，您身子还硬朗吧？我看着您气色还不错。不瞒你说，体力和脑力都比不了从前了。有时候啊，真不想干了，怕给朝廷干不好啊。哎，那不干可不行，朝廷需要您，百姓也需要您呢。于先生，要不咱们进这庙里面好好聊聊。好，请。怎么样？真没想到啊，这昨天还是二品，今天就是一品了，这官是越做越大了。哎，你真的一点都没猜到，哪怕一点点？没有，我看你还真不如司马懿。要不要再猜猜，他把他单独叫进去说了些啥？你猜啊，你要能猜出来啊，我这一辈子就服你。你也应该服我。哼，他说了，两江比直隶还难搞。就这样？哎呦，这玉兰和小小都能猜得到，你还诸葛亮呢？切！这两江可是个好地方呀，它不同于别处，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方。朝廷全年的赋税满打满算也就五六千万两银子，而这两江一年的赋税就高达2000多万两。几乎占到了全国的一半儿，这本来啊是件好事儿，可是两江的问题也是全国最为严重的。什么问题这么严重？
火耗，对，火耗。这两江的赋税高居全国之首，但是这两江的火耗也同样高居全国之首。这有的年份，两江的火耗甚至达到了这赋税的一半，也就是说，每年有1000多万两银子就这么落进了各级官员的私人口袋。实不相瞒，这连接几任的两江总督都想解决好这两江的火耗问题，可是最终没有一个人能落得好下场。皇上是不是让我到两江来解决火耗问题？要不然说是于先生呢？您的判断非常正确。皇上不仅希望你能够解决好两江的火耗问题，还希望通过两江推进全国各省的去火耗进程。您手上这道圣旨就是皇上特别安排我来向您传达的。不过于先生，这两江的情况非常的复杂，您赴任之后肯定会遇到各种的问题和情况。我这里有一封书信，是交给昔日同窗好友熊次履的。这位熊次履熊大人曾经官至武英殿大学士，后来因为触动了朝廷律令而被革职，他现在赋闲在江宁。熊次履久居两江，对着两江的官场和各个阶层的情况都十分了解。您去了之后可以带着这封书信去找熊次履。多谢提醒。于先生，我真的想跟你好好聊聊，可是我也知道您急着回去葬墓，时候不早了，要不您先赶路吧。好，请。于先生，您要照顾好自己，保重身体啊。婷婷，你也要多多保重。告辞。告辞。上路。于先生保重。上路吧。前面就是赖木村了，我想大伙儿也没必要跟我一起回去。赵先生，您跟我一样20年没回家了，回家看看。大人，我陪你回去吧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崔天，赖木村是家里，没关系。你啊，照顾好周先生。你们两个外部的就跟着我在永宁逛一逛，你们广西有粉，我们这儿有面，好得很。那我可得多吃几碗。那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啊，于大人呐，我这也是20多年没回来了，我想啊，带着玉林、玉兰，还有孩子，去昌口村给岳父岳母磕个头，烧个纸，
好，应该的。我就不去了，你们俩替我在爹娘的坟前多念叨几句就行。我陪老爷回来不存。玉莲，一起去。老爷20多年了，跟着你习惯了，我陪你回。啊，那好吧，那咱就说好了，3天之后吃过晌午饭，咱在这儿碰头。哎哎，来，于大人上车。好，走了，上车。好。对。三军好见，哎，走了。玉林，玉林，我自己走着进去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我爹的儿子。你是你爹的儿子？你爹是谁？我爹你不认识。你爹我不认识，你说你爹叫啥？我爹叫于准，你认识？你叫你连我爹都不认识，你咋知道我的名儿咧？大婷，你的名字是我起的，我是你老爷爷，你是我重孙子，祖孙相见，居然互不相识。老爷抱，老爷爷抱抱。哎呦，大婷，快下来，别让爷爷抱着。
元元，阿爹，你回来了啊！啊，大爹。人已受苦了，大爹，大爹，情长。